외신호 我是金公公，棒棒棒。这里一个清晰到后门的一个三楼的房子的房子，玻璃色呀，你们喜欢的玻璃色。哦，房子怎么这么大？两个仓库，朝西朝北，两个仓库。这样的房子，两个人会住，是衣柜、书桌，两个人会住。哦，房子超级大，然后有一个冰箱、微波炉。门关一下吧，哇，房子真的超级大，呜，这个房，这个到底什么地方呀？就进去看一下，呀，这个要看一下那个，这阳台呀，东西放，要么晒衣服的，晒衣服的地方，阳台上面看房子，两个人会住，这里放的床，这边就两个人会住，哇，超级大的房子呀，这样进去。这是电暖，打开就看一下，这怎么样？这玻璃是客厅怎么样？这是洗衣机，这水池，这煤气灶，这样一个鞋柜，还有密码锁，卫生间怎么样？卫生间很大的，洗脸台、马桶、卫生间还有小仓库，是吧？卫生间很大，房子卫生间里面外面看。左边有房子，这是客厅，还有一个这个密码锁。左边进去房子，超级大的房子吧，超级房子。在外面走廊怎么样？外面是挺好的，这样的走廊这样上来，这里有两个门，还有进去房间里这样进去，是很感觉是很安全的。这我是金公公。